好，我们开始这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其实挺长的，它一共有15分钟多。但是我至少听了前面的2、3分钟吧，我觉得应该来说很简单。但是它很完美的 cover 了我们一些最基本需要知道的东西，比如说如何问候，比如说我说自己在某个地方等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好，它的一个相当于 vlog 稍微长一点，而且它的那个字幕其实不是它自己配的字幕，它是相当于系统自动生成的，所以这个其实我把这个字母扒下来稍微难那么一点点，包括有些大小写之类的问题啊。如果你觉得哪个地方有问题，你也可以留言跟我说。好，来看它的第一段，你听听看它是怎么样跟你打招呼的。我应该说最开始的时候，它可能离那个收音器材要稍微远一点，所以你听起来声音有点小。Buonasera, buona domenica, perché per me è domenica oggi. E bentornati sul mio canale. Come potete ben vedere, non sono a Roma. Chi guarda i miei video da un po' di tempo riconoscerà questi luoghi. 好，他说 Buonasera，看样子是在傍晚时候录的。Buonasera，Buona Domenica，Domenica 星期天，星期天。这换句话来说，这是他星期天录的。他说 Perché，因为什么呢？Per me，对于我来说，对于我来说，说 Domenica oggi，对于我来说的话，今天是星期天。然后Bentornati sul mio canale，这个东西我们在上一课就已经遇到过了，或者上一个视频我们都遇到过，是吧？Ben，好的，这地方其实可以拉在一块儿写啊，不一定非要分开。那你可以说Bentornati 也可以，可以。Tornati 我们说的是来自于我们英文那个 turn 是吧？或者 turn 来自于这个东西，那就是回来，欢迎回来，回到什么？在频道之上，su，它用的是个 su，在什么什么之上，sul mio canale。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好，继续。他说，Come potete ben vedere non 啊，其实他这地方他还加了个 sono，non sono 这个字母我没有把它配出来，non sono。不过我想的话，如果这个地方 ben vedere 后面应该加一个 che 才对，that，他这地方省了一个 that。好，他说，Come 正如 potete 你们能够 ben vedere 你们正好能看见的那个样子。我现在不在罗马，Non sono a Roma, che guarda i miei video da un po' di tempo riconosce a questi luoghi。那对于那些个来说，who 谁？这地方其实最好稍微的打一个逗号，或者是另取一句是最好的。我这里稍微改一下，我说了，它这个地方不是它的原配字母啊，不是原配字母的话，那可能在系统生成上不是说100%的是恰当合适的啊，可能更好的办法。Chi guarda 那些个谁，guarda 是看，i miei video 还是那句话，video 这个外来词的话，它没有复数的形态或者单复数的同形的。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从前面的 miei 跟我的这个地方，包括前面的 i 也能看得到是复数版。说那些个看我是这些个视频的人呢，da un po 已经看了一段时间，di tempo 是时间，看了一段时间的人。Riconosce 应该能认识啊，就是认识这个地方的。就当我不认识，我没看到几个。Riconosce a questi luoghi 这些个地方，这些地方。好，继续走。Adesso sono in cucina e sto per mettermi a preparare le lezioni per domani. Adesso，那现在的话，sono in cucina，我在哪儿？我在厨房里面，是不是都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些词汇啊？Adesso。现如今呢，我在我的这个厨房里面，adesso，并且呢，permettermi 啊，这个可能稍微麻烦一点啊，permettermi 前面呢有个 permit，英文那个 permit 那个词儿吧。好，然后再加了一个 me，把我自己一个反身放到后头，把我自己允许我自身，然后允许我自己干嘛？a preparare 准备 le lezioni per domani 明天的课程，这都没什么太多好说的。Domani iniziano le lezioni e devo preparare i materiali. 然后后面一句话，domani iniziano le lezioni，那课程明天开始了。这地方我们看得到一个复数版的 iniziano le lezioni，说课程我明天就开始。
devo 我必须是吧？如果去说必须做某件事，devo 后面接动词原形，preparare 我必须要准备 i materiali 英文的 material 我得准备一些材料。Mi trovo ad Agnone, che è una cittadina che si trova in Molise, una regione italiana, e sono qui per partecipare come insegnante ad un programma di vacanza studio. 对方打出一个字儿 sogno，不是 sogno sono，这个也非常明显。那 mi trovo，我找我自己是吧？trovo 是寻找的意思，然后意思加上一个反身呢，往往表示是在，说我在哪儿。Agnone 这个地方，其实它字幕其实并没有把那个 a 给大写掉。至于为什么你这里看不到字幕，是因为它来自于一个你不存在的网站。好，那么 Agnone 是在哪个地方？我专门去查了一下这个啊，为了能够。确保这个地方是应该大写的啊，就在这个，莫里塞大区，莫里塞大区在意大利的南部左右啊，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然后阿尼奥呢，第一个你能看得到吗？啊，它在这儿，在这儿。好，那么他说我在哪儿？我现在正位于阿尼奥呢这个地方，che è una città。对吧？città 我们知道是城市，再加了个 dina，小小的小小城市。如果是那个西班牙语版的，就加一个小 t 就可以了。这个 n 呐，这个 na 变成个 da 就行了。说 città dina 一个小小的城市，che si trova 又是他找他自己，是吧？这是我找我自己，他找他自己。in Molise 在莫里塞大区。una regione italiana e sono qui per partecipare 用的 participate 参加参加 come insegnante 还是作为一个老师 insegnante 是作为一个老师来参加 ad un programma di vacanza studio 一个差不多夏令营的这么一个节目或者一个活动或者是一个类似于工作小组啊之类的事，在假日的这么一个工作小组，毕竟是在。夏天吧，夏天的话，我们在初级阶段也知道它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啊，在最热的时候。好，接着走。Quindi un programma di immersione linguistica e per questo motivo devo preparare le lezioni per la prossima settimana. 这个也很简单，不过可能这里面最硬核的，除了上面这个硬核一点是吧？啊，neon 硬核一点，玻璃再硬核一点，那就是这个东西啊，沉浸式的。沉浸式的语言，对吧？那这比方说 Quindi so，还挺喜欢用这个的。我们在上一个他回答那个问题，那个1块钱买房子问题的时候，出现好几回。因此呢，说 un programma di 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或者一个什么样的项目，说 immersione 沉浸，然后 linguistica 语言的一个语言沉浸项目。换句话来说，可能在这个。课程里面是只能够，或者这个整个参与者只能够使用意大利语的，无论你怎么样，不能够用你熟悉的，比如英语来进行交流。可能一说英语的话就得扣分。好，e per questo motivo，为了这个目的是吧？motivo 我们说了英文的 motive，我这可能是从法语过去的 motive，那动机、目的。说出于这个目的，per questo motivo devo 我必须要 preparare le lezioni per la prossima 下一个 prossima 下一个礼拜 settimana 好，继续。Sono arrivata ieri. In realtà pensavo e speravo che la temperatura fosse più mite qui, visto che siamo comunque in una zona di montagna. Ma no, in questo momento sono le... Che ore sono? Sono le 5. Il termostato della macchina 10 minuti fa segnava 31 gradi. 好，来看到这儿说，sono arrivata。好，我很喜欢这个，前面的东西都不难，都是一个时态，然后后面换一个时态，是吧？讲讲自己过去的事儿，说我到，用了一个 sono arrivata。要看得出来，一个 be 动词再加了一个过去分词 ed 在这个地方，而且她是个女的，是吧？她所以她是 arrivata。如果是男的呢，你觉得怎么说吧？sono arrivata ieri，我昨天到的，对吧？昨天，in realtà，事实上。事实上，pensavo，pensavo 后面的 vo
不能告诉你这是一个过去未完啊，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在到的那个时候我怎么怎么样，我想，e speravo 还来个 vo 是吧？speravo 我在那个时候是希望说给带出从句来，la temperatura fosse 能够是怎么怎么样的，这里是个 was fosse 其实还是我们 essere，不过是它的另外一个这个语气罢了。说 la temperatura fosse più 更加 mite，它这里翻译机是给出了一个 milder 更加温和一点。qui 我估摸着就是别那么热吧。qui visto che siamo comunque in una zona in montagna qui 这里 visto 是 seen 是吧？那么一个看见的过去分词，过去分词 visto che，visto che 加上这个 seen that，有点像这个味道，这个味道。然后 siamo we are，哦 we are sorry we are siamo comunque 仍然 in una zona 一个区域 di montagna 仍然是在山区。仍然是在山区。你有兴趣的，你可以去搜一下这个，他说的这个地方 Agnone，你可以看到，你搜到的图片基本上都是山的图片，在山区里面。他说我倒是希望这个天气没那么热，毕竟我们还是在山区里头。好，再往后走。Ma no, in questo momento sono le che avevano sono le cinque il termostato della macchina 10 minuti fa segnalate le 15, 这个 10:51, sorry, 21 gradi, 21 gradi, 好，那他这说，但是不是这样，ma no, in questo momento, 在此时此刻。In questo momento, questo 这个，在这个时候呢，sono le che avevano 说这个是几点钟？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是他有点弄错了啊，有点可能弄错了。那但不管怎么样吧，他在这个地方大概意思就是说，现在的话呢是在5点。Il termostato 这个温度计 della macchina。della macchina 说这个汽车的温度计呢是显示出什么？10 minuti fa 在10分钟前，10分钟以前，然后 fa 之前，segnalate 指示显示，说显示出是21度，我不知道21度怎么能算是一个，怎么能算是一个凉快或者怎么怎么样？我觉得21度挺凉的。好，接着走，下一个。Però devo dire che la sera è molto più fresco qui rispetto a Roma. E oggi abbiamo già cominciato a fare delle attività, siamo andati in campagna, a casa di una famiglia del posto, abbiamo mangiato con loro. 下面说，però，但是，devo dire che，devo 我必须 dire 说 che 说，但我必须得说的是，la sera è molto più fresco，晚上呢要凉快得多，fresco 凉快，più 得多，molto 很多，说要更加的凉快，或者要凉快多了。qui 在这儿，rispetto a 我们在前面一课也遇到过，相对于什么来说，你可以说是个 than 比较。Rispetto a Roma，比罗马来说呢要凉快很多。E oggi abbiamo già cominciato a fare delle attività, sono andati 怎么怎么样？E oggi，但今天呢？Abbiamo，我就已经是吧？Già already，我就已经 cominciato。好，仍然是复合的过去 ED。我今天我就其实已经开始做 fare delle。daily 一些个活动啊，attività，或者我就已经开始了一些活动，然后 sono andati 这地方应该是有逗号的，sono andati in campagna a casa di una
sono andati, sono 我，然后是一个 be 动词加一个 andati。我在想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打错了？应该是用 andato 还更好一点，或者说这个 andata 之类的事儿应该更好一点。因为这是我，然后她是个女的呢，应该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 a 才对。它的字母给我的是一个 andati，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如此。然后 in Campania 说我去到那个农村 a casa di una famiglia 去一个家里面是吧？一个家庭的房子 a casa di una famiglia del posto del posto 就是地方嘛，就地方嘛，所以就是本地的一个人的家里面去。abbiamo 有来多好，abbiamo mangiato con loro，abbiamo 我已经吃是吧？mangiato 我已经吃了，con loro 我跟他们一块吃的饭。好，继续下一个。Sono quasi le 8 di sera e mi sono appena preparata la cena. Ho fatto una cosa semplicissima, un'insalata di farro con pomodorini datterini, tonno, cipolla e peperoni. Ve la faccio vedere perché è molto colorata. Eccola qui. 这就是最后这一段，sono quasi，差不多是吧？差不多，quasi almost le otto，差不多是到了8点钟了啊。le otto di sera，晚上的8点。然后，e mi sono appena preparata cena，e mi，说我自己，然后 sono 已经怎么样？preparata 准备了，appena。说，刚刚说，我刚刚好已经准备了什么？cena 晚饭。Ho fatto una cosa semplicissima, un'insalata di farro con pomodorini。好，ho fatto 我做了，fatto 一个 fare 的这个过去分词，说我已经做了 una cosa 一个东西，一个很简单的 semplicissima 非常非常简单。semplicissima 的东西，非常简单的东西，就是一个所谓 insalata，一个沙拉，di faro，那这地方的话，好的，继续说 un insalata di faro 是拼盘，拼起来，说一个沙拉拼盘，然后 con pomodorini。那地方有番茄，然后这个东西我没太看明白，然后一会儿再有机会的话再看一看它那个字幕，我没太看明白这是什么意思，那个翻译机也没有给我它的意思。dono 吞拿鱼、金枪鱼，然后 cipolla 这个洋葱，pepperoni 和辣椒，然后 me la faccio vedere perché è molto colorata，me la faccio 说。这个 faccio 做啦，做它，然后让它看上去怎么样。me 呢，可能是一个 to me，说让它看上去对我来说 better 看，然后 perché 那因为它看上去很什么什么，说 è molto colorata 是颜色很丰富的，颜色丰富 colorata 你可以看到一个英文的 color。不过这句话说实话。这个语法上面似乎也有点问题啊！我说了，这个东西不是原生字母啊，是它的这个机器配出来的字母，所以可能这地方是有些小问题的。然后，è ancora qui，而且它还在这儿呢，还没吃完呢，或者说还录到一半，或者说是这个吃到一半故意留给我们看一眼。è ancora qui，而且还在这儿，好吧？那么它的这个 vlog 的最开始的这一段，我们就说到这么多，下一次我们往后。看他下一段，希望你觉得这不是太难，而且希望你觉得能学到一些东西和巩固很多东西啊。下次见，拜拜。